第一个可能就是用心，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。我觉得用心就可以事半功倍，所以可能要花五个小时，可是你用心其实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。用心很重要，就找到事情的重点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做什么事情，我觉得你对得起自己就好。我觉得你打从心里觉得对得起自己，你就会很用心、很认真地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。那到什么地方，那我们再说。但是你真的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就好。用心很重要。做什么事情，我觉得你对得起自己就好。